页到那个85页哈。好，那这里在想要不要讲这个哈？不过还是可能还是要讲一下，就是大地法为什么叫大地法哈？它这里可能要我们来看哈。它这里说萨邪迦瓦尼果告比于地哈，这里所谓的色，所谓的地啊，这个萨的地啊，所谓的地，它是果告比于。阶段的境哈，可是在如果在汉译的话，它看起来是翻成所行境行境，可能翻行境会比较好了解。等于说我们现在谈的是心跟心所的关系，啊，它这里有点像这样的意思了哈，就是说，好像这个心呢是心所它。它的一个对境，行境就是对境啊。就说假设这两个啊，这是一个A 跟 B 的关系的话，等于说这个心呢是心所它运作的一个，或者说它行走的一个对境啊，类似这样的关系。好，那这个心呢就相当于好像它的所依了，我们可以说心所，心是心所的所依啊。或者地这样的一个关系，或者说它是一个行进啊，但这里有点抽象哈，因为这两个都是不是都不是色法，都是精神体嘛哈。我们一般讲的所依，或者说它的一个运作的一个对境啊，类似这样。这里果告比喻是这样，有点类似这样的意思哈。那底下这句又也很复杂哈，有点复杂。康熙康熙国家的语音把提你提萨邪迦哦，这一句怎么理解？好，这一句它牵涉到两个不定的代名词，一个是康熙，一个是康。好，那这里我们可以把它带两个符号 A 跟 B 哈，就是 A 跟 B。好，那两个在翻译的时候都是凡是哈，凡是。就是他扛加一个席呢，他的意思还是跟扛一样哈，没有太大差别。字面来翻都是凡事，但是我们为了区分，我们就把扛席定为 A，扛定为 B。好，那如果是这样定下来的话呢，这个 be 动词句型三嘛。好，我们看，就看不懂的时候，我们就回到那个句型分析啊，以。康熙到寅来看的话，谁是主词？康熙嘛，康熙是主词。然后康熙果告给予看起来是补语嘛，对，所以文法分析是这样，哦，这个是主词，到这里是补语，哦，等于如果把 A 带进来，A 是 B 的所行径嘛。A 是 B 的所行径，那表示 A 是什么？心，对，没错没错。那 B 就是心所。好，那接着我们再看这个题，你们觉得这里有两个题哦。你们觉得这个题是指谁？对，这个是心，没错。对，这个是心所。所以呢，这个题其实就是，题就是康熙，题是配康熙的。哦，题是配康熙的，这个题是配康的。那如果我们照藏文来翻的话，任何东西，任何一个法，它是任何一个法的另外一个法了哈，因为这两个不会是同一个嘛哈。任何一个法是另外一个法，它的行进的话呢，那它呢就是它的地，它有点这样的意思，等于前者就是后者的地，啊，前者就是后者的地。
就是某一个法，它是另外一个法的所行境的话，那某一个法呢，它就是另一个法的谛，好，它就是它的谛，这样。好，这是一个理解，这是一个理解。啊？对，谛，就是就是心所它运作的一个基础，或者说所依。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所以这里的谛就是指心呐，啊，这个提。一样啊，这里一样啊，就是说你如果把它刮起来，这个提呢，就名为这个提是指前者嘛，前者就是后者的地啊，是吧？前者就是后者的地，就是某一个法，它是另一个法的所行境的话，那这个某一个法呢，就是另一个法的地，它的意思是这样。这是一个理解哈，那另外一个理解说，铁哪其中哈，抵达哪萨满波巴约别那啊，我们这里解决了哈，字面可以解决。我们看底下那句，这个汉译也不好解了哈。我们先看藏文，等一下我们再看汉译怎么理解。这里要判断的是，这个铁哪不用管它，其中就好了哈，其中。好，这里要判断的是抵达到底是什么，在这些当中，有这个把多的这个把要去掉哈，有许多地，这个哪是出格？好，这个把要去掉，这个后面这个把是萨满波，后面这个把要留着，啊，这个是多的。在这些当中有许多谛，因此呢，叫做多谛者，啊，这个法是者。如果是这样的话，怎么理解？这个抵达是心所，在这些心所当中有许多谛，许多谛就是许多心呐，哈。这里是指心。因此呢，多谛者啊，或者说大谛者，大谛者就是指心所法。有。许多心者，啊，这个就是大地法。好，所以这些呢是指那个这些心所法，心所法当中有许多心啊，然后等于说这个心是它的行径嘛，哈，心所法当中有许多心，所以呢，心所呢，心所法就是叫大地法。对，这里就是字面很难解哈。心所法，这里省略了心所法。然后，它是当主词，啊，那萨满波巴那么是补语。字面是这样的哈，就是说，在这些心所当中有许多的谛，啊，就是说。心所当中有许多谛啊，然后因此呢，这个萨满波巴呢，就是指大谛法，其实就是心所法，大谛法就是心所法，字面是这样哈，所以很难解哈。那康达圣坦圣坦界啦中瓦啊，那康达在这里指的是什么？心所法对，如果照这个结构来看的话，这个康达就是指心所法。甚至他们就在一切心嘛，在一切心中升起嘛，就凡是在一切心中升起的，这个就是大地法，就是大地法。所以这个 day 呢，就是指 AP 一级。老师，你那个空气的哪里是写 O 啊？啊，不，没有，我是说画个圈圈 L， 嘿，那个地方。这里比较清楚了，前面比较难解哈，这里就是说。凡是在一切心中升起者嘛，这个瓦是者，那这个就是指大地法，所以这里的萨满波巴那姆呢，也就是凡是在一切心中升起者。好，所以大地法的意思，我们上次有讲哈，大地呢就是一切心，法就是心所法。好，所以，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于一切心中升起者，一切心中升起者，好，那这个者就是指心所法，等于在一切心当中升起的心所。那现在底下的大善地法一样哈，就是大善地法啊一样。大善地什么意思？一切善心啊，一切善心。好，那在一切善心当中升起者啊，升起的心说法，这个就是大善地法。好，那这个一样，心说法。好，那十大烦恼地法哈，那些一样，就是在一切的烦恼心中升起的心所啊等等。好，那接着他就问说：“扛到圣贪界啦，穷瓦铁达讲扛邪呢？凡是在一切心中升起的那些心所，又是什么呢？”哦，那这里就很简单，扛到铁达是主词，扛啊是补语，省略力动词。啊，凡是在那这里面在刮的话，啊，凡于一切心中升起的那些啊，这个那些指的那些心所又是什么呢？好，那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整个提过的，就十大地法。那十大地法是极论的五片行加五别境啊。这你们可能要回去再读一下了，才会比较清楚哈。好，但是我们已经把它的所指已经指的是什么，把它标出来哈。那回去你再想一下。第一个是抽啊受。第一个，第二个是森巴，这个是斯，森巴是斯，第三个是想，第四个是欲心欲，那也是省略的那个霸，省略的霸，顿霸。那这里也是省略的霸，瑞霸，瑞霸是第五个啊，触，接触的触。然后六是罗追，罗追其实就是会。好，那这里呢，它底下会解释哈，其实就等于歇让，啊，这个罗追就等于歇让。然后七是念，成霸，它也是省略的霸，它是分念。好，这里我们过一下哈，因为这些单字都很重要。第八，伊拉切也是省略的霸，座椅，伊拉切霸啊，座椅。好，第九，美霸。一般会分肾解。第十是这个，你们觉得要怎么翻比较好？定眼睛，翻定吗？不见得是定哦，它是三摩地心所嘛，可能翻三摩地，玄奘法是翻三摩地，但是有时候它翻定哈，但是我觉得这里可能翻三摩地可能比较好。因为它不见得是有定的状态，因为欲界也有定业境嘛，但是欲界的定业境不是定啊，不是定的状态，要到色界，至少是色界的初禅未到定，才是有定的状态。好，所以这里可能翻三摩地，就是它是从梵文的三摩地来的，音译来的。好，那这十个刮起来哈，到定业境刮起来。圣贪戒啦，那省略什么动词？穷嘛，升起。
就是说，好，动词结尾的话就是主词变成这十个，这十个呢是在一切心中升起。好，那我这里问一个问题：一切心就是十大地法的什么字？哪几个字？一切心是十大地法这个词的哪几个字？大地嘛，一切心不是就大地吗？法呢？这十个嘛，哎，所以十大地法的十就这十，法就是指这十个心说法，那大地是指圣他们界，所以这个就相当于大地。然后这十个啊，这个主词呢就是十法，十法，那法就是心说法嘛，十个心说法。对啊，那同时升起。那为什么那不就是同一个心同时升起吗？为什么一切不是，心？不是，一切心的意思说，一切心善心也有这十个，不善心也有这十个，无记心也有这十个，嘿，一切心的意思是这样，善恶无记都有。好，那第一个抽啊，我们很快看一下哈，抽啊就是我们之前讲的。在具舍，它有时候分三受，有时候分五受嘛，三受五受只是开合不同而已嘛，那这个讲过哈，就是比如这里它分三受，得哇就是乐受，堵灭是苦受，得哇养马淫，堵灭养马淫这是不苦不乐受，就是舍受。好，接着三八呢？他的解释是这样：sem mun ba du qie ba。好，这里其实有点因为我们现在讲心所跟心的关系嘛，它其实我们在翻译的时候就是令心造作者，mun ba du qie 就是造作的意思，所以这里的解释呢，应该要理解成令心造作者。好，英文的话通常会用。意志来翻这个诗啊，will 啊，它用等于我们讲意志啊，有点像英文的意志。思心所就是思夜思一夜的什么思夜，这个在第四章会提到啊，第四章夜品的时候会提到，就是夜可以分思夜思一夜。思业其实就是意业啊，我们讲生与意三业，其实就是意业。所以意业其实就是思业，然后思与业就是生与恶业啊，生业跟与业。好，那哪一个是发动者呢？思业啊，去发动这个思业。所以事业它等于它去推我们的心去造作一些东西哈，比如说去推着心去造身业、造语业这样。好，所以它是定心造作者。然后接着想，啊，读谢的话是想。这个读呢哈，一般是和合啦，和合。这个是动词，然后呢是 CPE 和合之后了解者啊，这个把要看成名词化，和合而了解者啊，还是不是很清楚啊。那进一步来讲，也就是于哪参妈紧把啊，于哪的哪呢是错格，于镜上在镜上呢去取只取它的相，这个参妈是特征的意思。比较像，有点像我们白话讲贴标签呐、啊，好，比如说我们哎、欸，这个人他戴眼镜，我们就说啊，戴眼镜的，眼镜的哈，或者说这个人比如说他的眉毛很浓哈，就浓眉的等等哈，就有点抓他的特征哈，称妈紧就是抓特征啊，这个想就是有点去贴标签抓特征的意思，
这样的一个线索。好，接着顿巴啊，顿巴是玉心所欲啊。好，欲的话就是想要做，欲做者啊。如果照字面来翻的话，对，是欲，且是做啊，欲做。那这个巴是者，想要去照做的一个心所。好，这是欲心所。好，接着惹巴，惹巴的话就是一般我们讲说。跟近是三者合，合生处嘛，所以他的解释就是这样啊。近、汪波、根啊，近，然后根，还有这里其实应该要个唐哈，但他没有唐哈。第三个是那巴写吧，是合啊，这里一样又出现一个堵啊，近。根还有四这三者合呢，有这合当中和这个雷是重格所生的一个触接触哈，就是我们讲的那个 touch 哈啊，从这个合这三者合的一个状态，可以把它看成名词化就好 ，n 化就好，因为它这里不是堆垒的话，就是当那个接续嘛。好，它是在这个和的状态当中所生的。然后这 Lodre 就写了，这里就很清楚啊 ，Lodre 就写了。那这里只是表达它的同义词啦，Lodre 跟写了是同义词。那但是它意思是呢，也就是却染堵南巴结巴，这里结是漏掉一个阿前加哈，就是却是当那个。受持啊，非常的，拉杜跟南巴其实都是强调了哈，就非常的去仔细的或者说非常细致地去分辨法者啊，这个法也是恩化者，详细分辨法者哈，可以这样讲。不行，因为他这里其实两个副那个。接头词，这里是两个接头词。它如果是当它的形象的话，变成会是可能要到了 tricky number 了，要带到前面。但它如果是 rabdu number 的话，这两个都是接头词。哎 ，rabdu 的话是 pra 这个接头词 ，number 一般是 v 的 ，v 这个接头词。我知道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 number 有可能会当形象嘛，但如果是当形象的话，它不会放这个地方啊，它应该放在 tricky number， 可能还要加个数格。好，也就是说能够去详细分辨法的这样的一个心所哈。好，那接着惩罚就是意念，或者说我们讲的正念，对吗？正念正知的正念就是密巴米结巴。不忘失所缘嘛，这很字面很清楚啊。结就是忘记，不忘所缘者，啊，不忘记所缘者，啊，这是正念，这个心所。请问那个，因为这里天八，我们通常就是念，那中文我们加上一个正字嘛，那这有没有加有没有差别？我觉得还是从意念来想比较好，因为一般它的我们说念哈。念或者翻正念它其实是主要是意念的意思啦，而且它的意念主要是它的所缘境，就是没有忘记，好，那接着以打切法作意，圣吉九宝就是新的一个驱入者也就是说，一般会翻就是有点像注意的意思啦。注意会让我们的心去注意注意某个境的一个心所心之驱入者如果字面的翻译是圣吉九宝是心之驱入者会让我们的心去留意某个境这样的一个心所。然后底下这个尾巴圣解哈，这个圣解其实有不同的理解，在句色它是对巴
那如果是对吧的话呢，跟这个前对吧就很像，有点很难分哦。这个，这是，但是还是可以去区分差别，就是说，盾巴的话是前对吧想要做，但对吧可能只是一个需求而已，可能跟那个前对吧呢会还是有点程度上的差别啊。这个前对吧可能已经想要去做了，但这个还是在停留在想的阶段而已。哦，那另外一个解释就是它是 teba，它是有信的意思哦，但这里它不做这样解哈。这个圣解有两个理解了哈。那另外一个丁 a 经是 sem 这几帮一哈，就一般我们翻成心一尽性，心一尽性。可是这样翻不是很清楚，因为我们现在讲的丁 a 经它是一个心所，对不对？好，如果照注疏的解释的话，哈，它其实会甚至即把且把，它会加个令，有个令的意思，令心于一端者啊，甚至即把注疏的话会加个且把。就有个令的意思在里面啊，令心于这个端的端，其实解释就是尽的意思啦，所缘的意思。就是说能够让心呢安住在一个所缘上的一个心所啊，令心于一端哈，一端的端指的是这个端，就是这个这，即八就是同一个哈，那这个者。就是指这个三摩地心所，它能够让我们的心呢安住在一个同一个所缘。那欲界呢也有定业景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读书的时候很专心，这个就是定业景的作用。好，我们在专心的思考的时候呢，就是歇拉罗追的作用，慧的作用。好，比如说我们。我们心，比如说我们的眼识，它注意到会去注意，就是作意的作用啊。注意在你的书本上，那你没有离开你的书本，这个就是定业景的作用。然后你沿着这个文字去思考它的内涵的时候，这个是慧的作用啊，类似这样啊，有点这样的意思。需求欲或者需求，对啊，我就说他这里的解释就是这样。嘿，那我们还可以，你们可以参考极论的解释。极论的解释看一下哦，我们看一下那个表，这里有不同的解释啊，所以比较麻烦。极论的话。结论就看这个表的第，应该在这里，对。于决定是随所决定，应词为体，这个也不好解哦，这可能要看，也要看藏义或者说梵文。这里的圣解是这样，于，等一下这里，哦，何谓圣解？这个圣解就是没办法，这个圣解就是没办法。你们可能要自己再看一下哈，看一下极论。但是如果看不懂，可能还要去找极论的藏文哦。就这里，因为我没有特别再去找哈，所以于决定是随所决定，应词为体。这个应词到底什么？哈，这我可能要再看那个藏文才知道。请问那藏文摩巴的意思是什么？我们不要看那个中。它就是有点需求的意思，或者信的意思。相信那个信，哎。就是有两个解释啦，一个是希求，一个是想。这里感觉比较像相信的意思，或者说一个认定的意思哈，好像有点认定的意思。不过这可能要再确认哈，看那个。
不是定解，定解定解是捏写哦，那就是另外一个字哦。定解一般就是我们讲的笔量啊。定解的话是捏写，不一样，它是不同字，这才是定解。这个可能还要再确认了。那我们再看，而且我们刚刚讲嘛，这里的顿巴玉，它跟切对巴还有对巴，这里有什么差别哈？这里也没有再进一步解释哈。好，那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哈。好，这十个就是十大立法，然后接着，它其实这里有一段哈，你们可以去看，它这里其实就是在讲说，这一段哈，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读一下，大意是说，心心所，你要把心的相续跟心所的相续把它区分就不容易了，更何况你要去了解一刹那。好，那就当然更难嘛。然后，如果不要讲这个哈，不要说你要去分心心所的相续，分心心所的刹那，我们连那个药哈，比如说药里面有很多种，比如说中药很多成分嘛，你要把那些成分区分出来都很难的，更何况你要去了解那个看不到的无色的那个心心所，那更难的。所以他这里要讲的就是说。其实你要去弄清楚心心所，其实不是那么容易。那我的想法就是说，我们可能就多看哈。对，我这里要讲的就是说，除了聚色集论之外，你们还可以看一切实谛论，自己去整理啦。我的建议是说自己去整理。还有什么？唯识生死论，对，大圣无蕴论也是一样。是真实的，这个有一些地方解释它比较清楚哦，因为它有安慧的事，安慧事跟调伏天的事，还有其实玄奘法师的那个成唯识论的解释也可以因为它主要就是解释个。成为是个，可以看看，可以看他们整理的，然后还有就是五蕴论，这个也值得去研究了，等于把每一个心所把它弄清楚哈。但是我的感觉是，光看汉译真的有点困难啊，因为是翻译的问题，毕竟那是很。古文嘛，有一些翻译不是我们现在的用法，可能配合不同的解释去看。那我是觉得这个安慧寺跟调伏天的注释可以参考。它里面都有五十一心所，这里面都是谈五十一心所。但我们刚刚讲一切四谛论有谈五十一、五十三了哈。但是如果是三十论跟五蕴论，都是五十一心所。这个去整理会可能会比较清楚。而且，这里重点不是说只是了解那个心所的定义而已哦。其实要去反观我们内心，透过这些名相定义去反观我们内心哪一种状态是他讲的。因为我们讲说依九立三根嘛，不是吗？至少那九根你要弄清楚啊。九根还记得吗？意、喜、乐、色、性、等、五根，它是通有漏无漏。这九根一定要弄清楚，其他可能可以还可以糊弄过去，可是这九根一定要弄清楚。意、喜、乐、舍，意是四蕴嘛，对，然后其他八个，喜、乐、舍，然后性等五根，性、净、念、定、慧。我的意思说，因为现在有不同的论，有不同的。定义这个要去会通啊，就像我们前面讲六根本烦恼，他有时候讲七根本烦恼，有时候讲十根本嘛，你要去会通，才会比较清楚。
那因为我现在重点是摆在剧社，我也没有太多时间去做会通的工作哈。但这个是需要做的，你把每一个新所弄清楚，至少它的定义弄清楚，然后再来观察自己的内心的状态，有没有这些烦恼，或者说这些不善心所这样。但断是不可能，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第一个你没有了解到，比如说以剧社来讲的话，你没有了解四圣谛，啊，没有现观四圣谛，或者说大圣讲的空性，这是不可能断的，啊，断要到见到位才有办法断，对，但是起码先弄清楚嘛，好，有一个轮廓这样。好，底下十大善地法，啊，一样，十大善地法这个词里面，大善地是什么意思？大是什么意思？一切善地呢？善心，一切的善心，哈，所以大善地就是一切的善心。然后的等于会跟这一切善心相应的心所法有十个，哦，所以就叫十大善地法。这样了解哈？法就是心所法，或者说在一切善心中会产生的十个心所法。一切善心中会产生的十个心说法，就叫十大善地法。好，那他这里说，抵达那给为萨满波约吧。你看哦，他这里就没有多一个吧了嘛。好，跟前面一样，于此这些当中有善的大地。好，当然字面很难理解了哈。好，这里抵达是什么？这也是出格，跟前面一样啊，跟应该是85页的，你们看一下85页，85页的倒数第二行，铁达抵达了，有没有？是一模一样。所以抵达是什么？心所嘛，心所。于这些心所中有善，这个莽波在这里要理解，含义的大。它虽然字面是多了哈，萨是地，所以给位萨莽波就是大善地嘛。刚讲的大善地，大善地是什么？一切善心嘛，等于一切善心嘛。在这些心所当中有，大善地，有一切善心，因此这些就是什么？大善地法，其实是这样。所以这里是主持 VI 哈，这个萨是 CP4，这省略了给微萨了，给微。因此这些指的这些心所主持，就是大善地法，这是不一样。好，一样，他就凡是在善心当中，恒常会在善心中出现者啊，这应该没问题吧？哈，凡事就是扛担嘛，给为善啦啊，于善心中大度啊，恒常会出现的啊，这个瓦就是指名词化者，也就是那个四大三地法这些心所啊。那铁达讲扛弦呢？那这些又是什么呢？这比较简单。好，第一个铁就铁吧，铁吧是什么？信。好，那这里的解释也是很简单哈，就是。等一下我们看到哈，铁巴在这里就有解释。第二个爬月是什么？不放逸，好，爬月是不放逸。第三个呢，信度将清安，清安。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哈，在修止观的时候，这个征兆呢是决定有没有成就止的一个征兆。好，因为我们讲修九住心，即使你修到第九住心没有清安呢，都不叫止哦。一旦有清安才叫止，有止就是定的啦，
有止就是有定的开始，啊，等于止是定的最前端就对了，啊，在这个止字上才有观，哎，好，那止的一个门槛就是有没有清安，啊，这个很重要。那清安有分身清安跟心清安，啊，这两类。哎，没有啊，三摩地，欲界有三摩地啊。你要说定啊，有没有定？嗯，你不能讲有没有三摩地。嘿，欲界有三摩地，色界有三摩地，无色界有三摩地啊。那是不是达到定的标准？有清安才达到定的标准。嘿，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当庸。当庸这里是字面是舍，对不对？但是我们上次讲过，舍有分三嘛。有什么哪三个？受舍、行舍、无量舍。这里是哪一个？行舍，嗯，这里是行舍啊。虽然他没有读戒，行的话是读戒。受舍就是舍受啦，受舍就是舍受。好，然后无量舍就是慈悲喜舍的舍啊，也就是对一切有情不分亲疏远近哈，平等看待。但是这里不是，这里是行舍。行舍就是说你不去行对治。比如说，当你的心已经没有散乱、没有调举、没有昏沉的时候，你去行对治，就是反是一个过失嘛。这时候放下这些对治，都不去行对治，这就是行舍的状态。或者叫不作行啊，这里说叫独米切，不作行就是不采取对治了。就白话来讲，就不行对治啊。不作行的藏文叫都米切，或者叫都戒给当庸啊，都米切都戒给当庸，这个当庸相当于迷，这个否定的意思，就放下的意思。好，接着我擦谢啊，第五个，这个叫知禅。缺月叫第六个是有愧，知禅有愧哈。知禅呢是就针对自己来讲的，有愧是针对别人来说的。嘿，譬如说啊，假设我去偷盗啊，我去杀人的话，我会愧对，不仅对不起自己，对不起自己就是知禅的意思啦，也会愧对家人。啊，愧对家人就是对他人来讲的，嘿，就对自己、对他人都，啊，对自己就可能杀人的话，可能以后会堕恶趣啊，害怕堕恶趣。那愧对他人的话，比如说父母蒙羞啊，这是有愧的意思。然后扎哇逆二根本，或者二善根，这里二根本就是二善根的意思。二善根是什么？对，因为他的无痴，他就归到那个慧心所了嘛，所以这里他不叫三善根哦，他叫二善根。二善根就是无贪跟无嗔。然后那米切啊，这是刚刚这里算两个嘛，所以七跟八两个，九是那米切，那米切就是不害。好，那不害的意思就是不去内心不去伤害别人哈，这样的一个心所，或者不去讥笑别人哈，讽刺别人哈等等。然后第十个是真句啊，真句的话是精进，精进。好，那这里有个问题，精进跟不放逸有什么差别？好像很混淆，对。精进只是做事嘛？你做坏事叫精进吗？要欢喜行于善，喜于善，喜于善。对，精进是喜于善，对善行非常欢喜。修善。
你不只是喜，还是很去修，或者说放逸还有不同解释的护心、守护心，它有修善的意思，也有它有很多意思，有修善或者护心，这两个都有哈。护心的意思是说，你守护，一般我们说不放逸是守护根本呐、啊，把我们的根本守护好，我们就心就不会跑掉了嘛。比如说我们的那个五根、六根，有没有？就是眼耳鼻舌身或者眼耳鼻舌身意，守护好六根，好，那你的心就不会，可能就不会产生烦恼这样。好，这个就是不放逸。好，等于会让我们产生贪嗔痴的境，我们要很小心的去守护这样哈，就不让我们的心跟着它跑这样。那精进的话，就是一般定义就是喜欲善。好，那这个在除了这里有讲哈，几天的入行。入菩萨行论第七品啊，也有提。戒腊咒啊，它的藏文叫戒腊咒，咒就是欢喜的意思。好，那不放逸呢？或许这样理解了，它如果从字典的意思哈，不放逸，它有谨慎小心的意思。那这样就比较容易跟精进区分的嘛，谨慎小心啊。那这个解释可能比较接近护心，比较接近护心的意思，就是我们在做任何事的时候都很谨慎小心哈，不要心被那个贪嗔痴拉着跑这样啊。但是精进就是行善啊，对于善的一个欢喜哈。好，那这十个刮起来，大度也是副词哈，恒常从善所生。那这个善是指善什么？善心，哦，因为他说"给为甚"嘛，哦，所以这里的"给"是指善心。恒常由啊，这个从个恒常由善心当中出生，这十个心所恒常由善心中出生的，哦，大概是这样，哦，不过时间的关系哦。还好我那张表已经做完哈，你们再看一下24，我简单讲一下哈，简单讲一下。这个如果有机会，我们在下一期的时候，我们再稍微再介绍一下这个表哈。我这里为什么标2324哈？因为极论是23，但是24是那个瑜伽师地论，好，但是通常的讲法是24啦。哦，通常是讲24，但是极论它只有23。那俱舍论是14个不相应行。哦，那我们说不相应行的定义很简单哈，不是色蕴，也不是心，也不是心所的有为法。哦，这不相应行哈，就是不是色蕴。不是心啊，不是心所，是有为法。譬如说，我们的寿命，我们常讲我们的寿命，它不是色法，你看不到；它也不是心，也不是心所，不是精神体啊。但它会有一期的那个比如说生命结束的时候，它就停了嘛，它就没了。所以它表示它还是会不断在灭当中哈，在变化当中。哦，那在极论里面呢，这里是俱舍没有的啊，俱舍没有的有这些，然后跟极论跟俱舍有的哈，就是这些，然后极论没有的是非德，没有非德啊，所以结论就是总数呢，极论比俱舍论多九个，因为23嘛，跟14，其中两者相同有13个，这里有两者相同有13个，相异的有10个，然后底下呢，这里有列哈，14个是哪14个，23个是哪23个哈，极论它有解释了，那俱舍的解释也很多哦，它大概几乎在第二品的后半段，很多都在解释不相应行。啊，这个需要花很多时间来讲。然后，
余杰斯地论的24是多一个不合合，除了合合之外，它多一个不合合，数量大概是这样啊。那其他细节大概就你们在看的哈。好，那我们可能大概先看到这里，谢谢这一期大概就结束了。